iFlay 手机锁屏画面似乎是另一位女偶像，引发了粉丝们的讨论。Lay 近日在音乐银行录影的途中被粉丝们拍摄到拿着手机的照片，而锁屏上是 Lay 和 Joy 一起合照的画面。熟悉 Lay 的粉丝都知道，她一直是 Joy 的忠实粉丝。而 Dive 看到 Lay 如此喜爱 Joy， 甚至将两人合照作为手机背景，还会把 Joy 的小卡放在手机壳里面，让人能感受到 Lay 真挚的范心。而 Joy 对待 Lay 的真心也让人感到很温暖。在 Lay 开设个人 IG 后 ，Joy 也追踪了 Lay 的账号，之后 Lay 也回关 Joy。据传 iFlay 和 RevelVJ Joy 在同一家美容院打理造型，雷也因此追星成功，让粉丝们都很羡慕。